Dis-moi que si tu es là, ce n'est pas juste pour mes jolis yeux. Dis-moi qu'au-delà de ça, il y a d'autres raisons qui te rendent heureux. Dis-moi si tu aimes bien nos paresses. 你好，我是今天带你入职的同事Faurecia，我来自Face部门，是Face内事部门的HR。下面我先带你上楼参观公司吧。在你面前的座位表呢，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需要整理出最新的部门人员变更带来的座位变更，同时联系各个部门，然后联系供应商，定制最新的座位分布图，将其更新在墙上。 Je me dis que c'est toi.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it. 下面会有另外一位新的同事带你参观 FAST 部门的编制网站。 我是赵龙文，在作业实验部实习。我公司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报价工作。我的工作平时也主要围绕报价，主要是跟各种座椅的骨架数模打交道。我平时包括会制作一些骨架的零件包扎。 我叫王科文，是国家座椅部门的新工程研发的实习生。那你知道在这里实习可以 get 到哪些新的技能点吗？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跟着整个产品研发项目的进程，可以掌握甚至管理我们产品的一些历史的测试和实验数据。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试乘各种酷炫汽车座椅。 你还可以学习到各种课堂上没有的工程机械知识，你还可以掌握和工程师同事们谈天说地不尬聊的技能。嘿，王克文，Hello，跟你的新同事王琦喝咖啡呀。来给你一杯。你好，我是座椅部的实习生赵金婷，我来福西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这个多月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协助我的 mentor 做一些 benchmark 的报告，包括座椅的骨架的拆解以及一些特异功能的分析。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你去吃饭吧。 这位是 Face 部门的张新南。你好。我跟你说，今天的饭特别好吃，像这个什么花椰菜奶油浓汤。 还有香煎腿排，再配上这个，杂蔬炒饭，个个都是人间美味，组在一起，真的好吃。哎，你好，你是我们公司新入职的员工吧？哎，我是我们 Face BI 部门的工程师。 我现在正好有急事，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等我从重庆回来再细聊好吗？作为一名材料方向的新产品开发工程师，虽然长期的出差的生活繁忙，且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暑假中，我意外地收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经验和丰富的工作经历。
好的，这就是我们去重庆出差的同事的工作汇报。你好，我是冯子璇，我来自 Face Innovation 部门，也就是内饰创新部门。我们部门呢是公司里面一个比较小，但是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部门。我们部门主要工作是，建立一些创新的项目。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例会到此结束。我来给你介绍我们最后三位实习生同事。你好，我叫季东。我叫刘庆明。我们是 ECU 的实习生， ECU 的全称也就是 Efficiency and Cost Competitiveness。 我们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基于 Python 的 E-Platform 的后端开发工作。你好，我是同样来自 ECU 部门的实习生刘迅雷。与他们两人不同，我目前的主要负责内容是以下基于 Java 语言的前端开发。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在Faurecia工作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开心的，也是受益良多，所以说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喜欢并且适应这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公司。走，让我们去看看吧。